不会选他。想要引起注意的，对不对？哎，哎，哇，这个你看，这么大的选我，对吧？你会不会把后面的人都遮住了？会不会？哎，那我选你一下，好不好？啊？哇！哎，叫什么名字 ？Christy。Christy， 你好。Christy。哎，你好，旁边这个是你的男朋友吧？我先生。先生呢？对，他只要选我，其实。哦，他其实要选你，他帮我只是选我。哦，选你，你很会唱歌。就因为我太喜欢你，我一定要跟你说些话，所以不好意思。哦，谢谢。在跟我老婆说话。哦，等一下，如果要合照，那你可以跟他拍吗？跟他拍，他是谁？其实今天我来这边为什么这么大的牌，是因为我一定要跟你说到，我想跟你说一声谢谢。怎么说呢？我喜欢你16年了，16年前我听了你的安静之后，我就开始喜欢你的音乐，喜欢唱歌，然后我还学创作，然后我中学的时候自弹自唱你的安静。在中学里面拿了第一次的冠军，然后上大学呢，我用我自己创作的作品，在大学的歌唱比赛再拿了冠军。哎呦！然后从那次以后，冠军了。大家在我身边的朋友都叫我小周杰伦，多年福，多年福。但是你的眼睛比我大啊。对，所以拿了两个冠军啊。对对对。然后呢？所以今天我想跟你说的是，认真的跟你说，我所有的荣誉在音乐路上，所有荣誉都是属于你的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哇，太感动了！要考考他，是不是假的歌迷？这个是谁？我的瑞音师 Gary。哦，中文名字叫什么？杨瑞在。哎呦，真的认识哎，厉害！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那这样可以，我相信你。所以我又可以有个心愿吗 ？OK， 但是我想要知道一下，你的创作的歌曲，我可不可以先听一下？对，这首歌是就是写给我老婆，当时追她的时候写的，追她的时候写的。那歌词应该就是不是很伤感的，对不对？很甜的歌曲。然后那时候我拿这首歌去参加歌唱比赛，别人以为我这是你的新歌，所以才叫我小周杰伦。真的，我来听一下，听一下。OK， 听一下，听一下。叫《爱你是唯一》，是什么 key？ 什么 key？ 想要什么 key？ 就。C key 的，然后那个和弦的进行是什么？谁让我明白这个世界什么是爱情？怎么有点杜德伟的感觉？不断付出，不为结局，只为感应。一年过去，我的心还是坚定。就算以后还等多少年，不会变迁，爱你是唯一。哇！不错，鼻音蛮重的哈。对，刚好感冒，刚好感冒。对，所以这个感觉蛮重的，刚好遇到的时候就感冒了。不，所以我可以有心愿吗？哎，你说，我可以。让我这个小周杰伦跟真的周杰伦在上台合唱一首歌吗？哦，可以啊。你想要点什么歌？有一首我很喜欢你的歌，其实很多你刚刚都唱了。有一首还没有唱，我很喜欢的。我不配，好不好？我不配。看着，你知道吗？看着他今天穿的好像很像 artist 的感觉。哇，很有那种皮衣外套啊，真的。真的。那你穿这个是什么？你都做系你嘅。我们穿这个外套换一下。不过是不是有点贵的感觉，那边都是贵的，在大房子里，电影院的
错哦，有没有？有没有女生的？女生的有没有？女生？哦，女孩子好。来来，我们跟她拍一张。都好劲啊！大家好啊！耶！来，女生有没有？女生？梗系想得去，梗系乜都做齐啦。